我们几乎都认可，平面绘画是对我们能感知的三维世界的二维再现，但这些绘画都是为 XY 平面外的观察者绘制的。对于平面内的观察者，他们的看其实是一种叫视域流的能量波。这种视域流会像水流过河里的木桩一样扫描平面。扫描的速度极快，就像三维世界的我们看到身边的物体那样快。这里是放慢的画面。那些以我们的视角创作的绘画，对于平面观察者来说，就是一条觅食的线条，没太多可看的。线条的长度随着观察者的位置改变而变化。一张带透视的写实画，或者制造业的三视图，都不是三维物体进入二维世界后的姿态。这些其实还是为了让我们能在脑子或计算机里重构那个被描绘的景象或意象。三维物体进入二维世界后的姿态，并不是为我们这些三维观察者准备的，而是为那些在平面里的观察者定制的。三维物体进入二维世界后不能再回来，就像一杯水蒸发到空气里，那杯子里的水分也许又能立刻变回液态水，但它们也不太可能又正好回到那个杯子里去了。宇宙的熵是在不断增加的。在三维世界，物体 A 的位置信息由 X、Y、Z 决定。在二维世界，物体 A 的信息由 XY 决定。比如，这里有一个三维物体在三维世界里快乐地生活着。一天，突然在其面前出现的片状物向上下左右无限延展，像死一样注视着自己。当三维物体 A 进入二维平面时，会损失 z 轴的信息，这种损失是不可逆的。组成 A 的元件们会在 XY 平面上铺展开来，曾经具有的不同 z 轴分量，现在只能转化成 XY 平面上的语言，即不同元件间互不相连，会有条空隙围绕着每个片状元件。在 XY 平面的语言逻辑里，两个不同元件不能相连，连着的都是一个元件，也不能重叠。重叠意味着有一定的 z 轴存在，哪怕只是一丁点儿上下隆起。三维世界里的光照变化，在二维世界里只显现为二维图形的闪烁，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三维物体一旦跌入二维，会遗落掉太多信息，之后出现的二维图像就有可能是由任何具有尺几里的三维物体跌入形成的，比如一个球形物体、一群智慧生命、一座城。这当然也就是三维世界的人们面对同一件平面作品能有不同理解的物理基础。对于平面内的观察者，他们已经感知了自己看到的东西，并且用扁平世界的逻辑去理解了。
不需要成天去琢磨这些线条在另一个世界是什么。就像我们不会成天去琢磨一个杯子到底是什么，杯子就是杯子，线条就是线条。以上理论在绘画里的应用就是降维绘画。这种绘画由丰富的元件构成，元件间隔着缝隙。绘画平面内的观察者的视域流在缝隙间流淌过后，每当收集到足够的线条信息时，一个整合处便会出现。整合处组的运动就使平面观察者产生了理解。可能三维的我们无法理解而已。我们这些绘画平面外的观察者能通过丰富的细节暗示想象出不同的现实残影。这种绘画就是一种能沟通两个世界的有效手段。